谢谢，我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也有啊。好，谢谢。就读海大附中的视障生白慧涵同学，在父母亲的陪同下，带着亲手做的面包送给小爱爸爸市长谢国良，和市长分享他考取面包烘焙丙级技术士证照的喜悦。市长谢国良相当感动，也回赠奖学金跟小礼物，鼓励他持续朝着梦想前进。那我希望慧涵这样子努力，然后把自己的困难克服，然后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样子的一个很精彩、很令人动容的故事，是应该要让更多的学子，不论是一般的学子或特殊的孩子，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受这样子的精神而鼓励，把自己的学业、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工作表现得更好。这个还是今天慧涵来访市府跟我们座谈最大的这个意义所在。非常谢谢爸爸妈妈这么用心。那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呢更多的这个角度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像慧涵一样，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哦。那让呢我们更多的这个社会上的各位朋友们呢，大家可以看到。那在此呢，也是感谢我们慧涵哦，那拿到的我们丙级的这个这个烘焙师哦。他在参加检定呢，也就是说，他就是一次呢就想要过，所以他的练习呢。比如说别人呢可能练习一次两次就 OK 了，但是呢他可能要练习到九次十次以上，所以他这种精神呢我是觉得可以值得表扬。那他自己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觉得他很得人疼，是因为他从不会认为说他坐在那边就是要大家帮助他，他能做的他都自己做。那希望说白同学在未来的求学路上或者是求职路上来讲的话，一切顺遂这样子。市长谢国良跟学校的师长都大力肯定慧涵同学在学习路上的坚持与毅力。市长也指示教育处明年度针对特殊学生规划提供精英奖的名次，让外界更多人看到他们努力的成果。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